西呀、啊。看看啊。看什么呢？哎，这盘子可以啊。哎，老板，这盘子卖吗？这盘子？不是，这个。哎呦，小哥，你还真有眼力啊！这可是我这儿的镇摊之宝啊，五代民谣宋代啊，五代民谣之一歌谣的盘子。歌谣？怎么卖？你们俩这情况，80万有吗？80万？这太贵了，太贵了！不要！这盘子上面全部是金丝铁线，又不是冰裂纹，在歌谣中也算不上精品。这样吧，50万，行吧？不行，小哥懂行啊。既然董孩应该知道啊，哎，这瓷盘虽然不是歌谣中的极品，但是是我这儿的镇摊之宝，根本就不卖。要不是看你跟这盘子有缘，还我拿都不拿给你看。是，拉倒吧，走吧。55万，真要买？您再多少给添点，59凑一吉祥数。我今年正好59岁啊。靠不靠谱啊？我在网上查过，歌谣一般拍卖价在70万到400万之间。如果这货是对的，那就赚大了。70万、400万，赚了。哎，买了，买了，买了，拿走。你们是怎么想啊？这盘子我们是59万收的，我们也不贪心，能卖个70-80万就行。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还是靠感觉啊？庄瑞，亏你在京大还念了4年历史，还在凌河荡待了1年，你怎么能犯这么不该犯的错误呢？这不是有历史的东西吗？有历史啊，它的历史是流动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当件这一块仔细看啊，它是正宗的宋朝的歌谣，很开门，没问题。旁边的呢，应该算是隋代的吧？隋代？随便哪一代。您的意思是说这是个拼的？古玩行里边制旧经常看到这些东西，他就是找一些真的，再找一部分假的，把它慢慢的拼凑起来。人可有耐性了，那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的，就专门骗你们这种明明是一知半解却又自以为是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那个，怎么敢找人退货呀？那天卖葫芦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古玩行里的规矩：银货两清，错爱不究。你自个儿的眼力不济，你看走了眼的话，你就得认栽，就当是买了个教训呗。那这个教训也太贵了。教训不贵，你记不住。啊，那倒也是。这次啊，谁都不怨，要怨就怨自己，学艺不精。不过没事儿，等我把这本书读透、读完，咱们再展盘家园。非常好。
这样啊，你好好学习啊。那个，哎，多吃点啊，别累坏身子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这个，说好了再也不吃泡面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回原形了。德叔，哎，今儿晚上潘家园有一个小型的私人拍卖会，拍卖会，你可以去练练眼力。这种活动他每个礼拜都有一回，这是个理论结合实践的最好的机会。但记住一点，多听多看，少说不买。好的，德叔。嗯，拍卖会，我就说了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不机会来了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哎，这还吃什么泡面呢？走了，去哪儿啊？发财去。走走走。东西刚才大家都已经看过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拍。李虎玉镶金，28万起，请各位朋友出价。我38万，38万有效。哇哦，45万，45万有效。我50万，50万有效。哎，这东西怎么样？各位买家还有加价的吗？看上去像是个50万一次，但是有修补的痕迹。50万两次，差不多就这个价格。50万三次，成交。恭喜陈老板，东西是您的了。得嘞，这藏品请回家呀，我就发财喽。行啊，说没白看啊，啊。来，放这儿。明朝著名画家唐伯虎的《李端端图》，起拍价12000。这幅画虽然不是唐寅的真迹，但也是清朝的仿品，画工不错，值得大家收藏把玩一下。我说刘老板，大冷天的你就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，赶紧上下一件吧。啊，就是赶紧的，下一件谁要？好好好，既然大家都不感兴趣，那我们看下一个。下一个是，哎，这幅画我要了。这位老板您感兴趣？就是这种人倒冤大头。是，但是12000太贵了，9000行吗？这位老板看着眼生啊，咱们这是私人拍卖，不是门口地摊，没那讨价还价的规矩，在这儿喊价只能往上走，没有往回跌的。您要真喜欢叫价点。德叔不是说了吗，千万别卖。我就买这一件。
想想多买，咱们也没钱啊。老板，如果这个东西流拍对您来说也是损失，要不这样，就少点卖给我吧。他们都说是赝品了，怎么还卖啊？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位老板，您要想买个乐呵，出门往右转，还有几个地摊，兴许适合您。这幅画12000，是一口价。您要是真心喜欢，要不您再凑凑？我说，有点过分了啊！这年轻人喜欢咱们老总的留下来的一些物件，好事儿啊！也是啊，小伙子，就差3000。啊，得嘞！看您刚才拍这宝。谢谢你啊，马老板。嗯，你人真好。好什么呀？记下点乱。小庄是吧？哎，你以后叫我马哥就行。哎，我说，这一晚上也没见你出手，怎么就单盯上这幅画了？12000买名家真迹，这基本上不大可能，而且肯定也没什么升值空间。不过也没事，刚入道。就算交个学费吧，好在画工还不错。马老板，啊不，马哥，你有时间吗？怎么着？我想带您去我老师家一趟。大叔啊，他非要买，拦了，拦不住啊。这画手艺不错，哎，李端端图。哟，款还落的是唐寅、唐伯虎啊。哦，提拔用章都挺有唐伯虎风范。字画书印都还挺见功底，还行，可以。那您的意思是，这不会是真迹吧？这幅画有一个很大的漏洞，这纸不对，这纸是乾隆年间仿五代南唐成心堂制的纸，又是皮料做的，纸比较厚。当年的裱画店就喜欢在接根裱的时候用这种纸，而且这个应该是一副丈二匹裁成一半的纸吧，要不然那后头角落上会盖一个清乾隆仿成心堂制。这清乾隆年间的纸，那也得有几百年了呀。这，对呀、啊。乾隆年间仿的，那不还是假的吗？跟你说了让你别买，赝品。你是什么原因让你买这幅画啊？不知道德叔，您注意这一块没有？这个部分你都注意到了。装裱方式特别奇怪，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。不是，你们这儿这打什么哑谜呢？难不成这里边还有玄机呢？有没有玄机还不好说啊！你们先喝会儿茶，等我一会儿，真相立刻揭晓。我这可是完全看不懂了。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我已经听晕了。这，应该是卷轴。卷轴怎么了？据我的了解，这种装裱的工艺是在扬州、苏州、上海周边，类似于解放前的一种装裱工艺，叫做仿古装池，主要是为了书画名家跟收藏家装裱珍贵书画所用。嗯，一幅赝品用这样的方式装裱让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就买过来，也想找德叔长长眼。
然后呢？然后就买了。大长腿呀、啊！哎姐，你这功夫可了不得，我都想截图做屏保了。别贫，我问你看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来没？没有啊姐，你看这车离监控也太远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而且吧，只能看到一个车牌，我刚才查了，还是个套牌。姐，专家都已经说了，这个可值不了多少钱。他们为了这么个东西，竟然敢袭警。你说，难道会有什么特异功能，能把人变成 X 战警或者蜘蛛侠？电影看多了是吧？哎，也是。要是真的有什么特异功能的话，咱们早就千里眼顺风耳的把他们抓到了，还想在这扒监控啊？倒回去。哎，停！有了。有什么了？想逃脱警方的天罗地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好，警察，您这辆车的行车记录仪可能拍摄到嫌疑犯的重要信息，可不可以把内容给我复制一份，协助我们工作？行，那就送给你吧。服了，对，上边这一副唐伯虎的风采确实有一点儿，但是你光看这纸就没什么好研究的了，仿品。但它下面藏着这一副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笔触干净利落，字儿也有精神。你看他的衣服、人、石头画得多生动。老先生，您是说这假的在这真的上边？这是真迹。嗯，刚才庄瑞不是说了吗？装裱有问题，我就把上面这画一揭开，结果真迹就出现了。哎呦，庄瑞，你可真神了哎！我的天哪，兄弟，这大漏你也能捡着，你真是了不得了你啊！庄瑞，你是用所有的钱买这幅画的？是不是有所发现啊？对，我也是发现了装裱方式，因为您给我的书上曾经记载过，就在战乱时期，有人用这样的装裱方式去保护一些珍贵的画，把假画放上面，把真画放下面，所以我就买来想找您验证一下我的想法。哼，活学活用，举一反三，该出手的时候又有魄力，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老叔，那这画能值多少钱？哟，这不好说了。多少年拍卖场也没看到唐伯虎的作品，起码千万起跳吧。哦，多少？千万？千万？啊，小瑞，老天爷听到我的心声了啊！我怎么说来着？天无绝人之路。啊，千万，一千万啊！起开，兄弟，这话1500万，我要。啊！
听着倒也公平。得嘞，谢谢。不，你要是觉得少，我再给你加点。马哥，如果你想要这幅画，我500万给你。500，兄弟，刚才买画的时候您给了我3000，所以这幅画有您一份。哎，别，那钱是我给你的，那一码归一码，咱们单论。如果没有您，我可能拿不到这幅画，所以就当是我谢谢你的。哎呦喂，兄弟，那你这可是一份大情啊。哎呦，这年头能见着这样的小伙子真不多，又实在又讲究。得嘞，那这份情我就算领了，你以后有需要用得着马哥的地方，你随叫我随到。你现在告诉我账号，我把钱给你打过去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账号。不是，这是我给你是一码事是吧？你们俩。我们在这边坐下来。说你这捡大便账号，人小伙子账。不错，不贪财，讲义气，我喜欢。装裱的这么细微的地方，我都没看出来，被你发现了。你这双眼睛厉害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你看才半个月的功夫，你能看出两个大漏来，说你是逢权在世都不为过。把胖哥送走了，500万马上到账，本来1500万的。哎，德叔，冯权是谁啊？冯权就是蒲松龄在那个《聊斋志异》里头写了个小故事，不是就提到一个叫冯权的人，他无意间救了一只鳖精，那么这只鳖精为了报恩，就给冯权一双无微不察、无宝不视的一双慧眼，得了，从此以后享尽荣华富贵。哎呀，那德叔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冯权在世啊。嘿，你小子要不了好久就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谢谢德叔。谢谢德叔。你说你不会真的救了什么鳖精，被中了鳖宝了吧？什么鳖精鳖宝？没那东西。哎，那你是怎么看出来那天那个葫芦和今天那幅画的呀？真的是凭感觉。哎，你知道我的啊，我是学医的，信唯物主义。唯物主义知道吗？还鳖精，动物是不能成精的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你跟那个冯权倒没什么可比性，你比他可牛多了。咱不需要那些牛鬼蛇神的加持，照样捡漏挣钱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厉害的神。哎，德叔不都说了吗？那东西是假的，是小说，不可信。哎，咱现在是有钱人，得学得适度的膨胀，是吧？一个古人而已，瞧把你给紧张的。算了，我自己买装备打游戏去喽。有钱人的感觉好。
哎，我下周在甘肃老家办婚礼，有空的同学都欢迎来玩。甘肃。姐，没吃呢吧？来，干什么呢？哦，有果子啊。你知道这个？啊，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我女朋友不是甘肃人吗？她妈经常寄过来。这就对了嘛，我从对面行车记录仪上找到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？这帮人是甘肃的。对了，你打电话去问一下社科院最近有没有派驻甘肃的考古队。是。哎，等等。啊。来，先喝个酸奶，谢谢。哎，马哥的钱已经到账了，你不是理财小能手吗？这次的钱你来管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当好你的贤内助。哎呀，哎。这次不搞什么共享经济了吧？嚯，有你这个，我还搞那儿干啥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对了，这次我要去趟甘肃。啊？去甘肃干嘛呀？我有个同学结婚，找我去玩。同学？男的女的？就是寝室的老大。啊？你要一起去吗？甘肃啊？我没有兴趣。要不你自己去吧，啊，我就留在家里看家啊。可以。你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我想买一个登山包，完了以后看一下性价比什么的。比什么比？咱们有钱人，就挑最贵的。最贵的。行。喂。你好，庄先生吗？你是哪位？三河流的蝈蝈葫芦，你记得吗？哦，蝈蝈小姐。那个啊，秦玄冰啊，秦小姐你好。这次我约你出来，主要是想谢谢你上次送我那蝈蝈，我很喜欢，谢谢。哎，不是什么值钱的礼物，跟那个葫芦没法比。其实我对古玩不太懂，
倒是那只蝈蝈，让我想起很多以前的事。小的时候，我爸爸送给过我一只蝈蝈。那年夏天，他陪我一起拿面包虫，喂它，陪它玩，听它叫。那是我收过最美好的礼物了。看来这个礼物没准备错。蝈蝈，你做的？嗯。蝈蝈也叫百日虫，寿命很短，活不过冬至。但是蝈蝈给人带来的快乐，是会一直留下来。谢谢，我会好好保存的。秦小姐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哦，那我送你吧。你应该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吧？没有，其实我住的不远，就住在对面的酒店公寓。要不你先说吧。你是学古董的吗？上次那个三河流的葫芦包了那么厚的东西，你都能看出来。我是近代历史系的学生，以前在典当行干过一年多。对，你呢？我学设计，珠宝设计。钻石？还有一些玉石和翡翠。哦，那你也算是半个古董圈的人了。没有。我的工作室就在前面，要不然去喝杯咖啡吧。哦，好，又喝咖啡。冰冰，你去哪儿了？等你半天了。上次庄先生不是送给了我一只蝈蝈吗？嗯，我请他喝杯咖啡，谢谢他。是得谢谢他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我工作室还有事，我要先回去。OK， 这样，我把庄先生给送回去，我得谢谢他，我就不管你了。好。哎。啊？我自己走。上车。上车。2009年的库克桃红，冰冰喝酒很讲究，她只喝香槟产区的酒。有没有兴趣？有兴趣送你两瓶。我跟冰冰家是世交，他来北京不久，除了我以外没什么朋友。他爸也特意嘱咐我，让我好好照顾他。本来啊，我想他住我故宫旁边那四合院，没想到他开上这边了，说这边有什么文艺气息。才400平方米，真有点委屈他了。这一个人住那么大，习惯吗？当然习惯了。他有两个全职保姆，而且我每天都来看他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对了，关于蝈蝈的事儿，我替冰冰好好谢谢你。但咱俩也前后两清了，后面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了吧？
到了。这哪儿到了？前面有地铁、公交车，还有共享单车。你请自便。什么？所以你没有上去？哎呀，可惜了啊！人家都主动邀请你了。他就是邀请我去画室，没聊别的。哎，我懂，我懂。你可以沮丧啊，但是用不着遗憾。人家是贵族，咱们是暴发户。对吧？在他们眼里，咱们就是土鳖，不会真跟你好的啊。我也没想那么多。是，他们啊是有钱，但是不快乐呀。你看，从他们一出生开始，就啥啥都有了，看什么都觉得没意思，那个破锅我都觉得嘿特别开心。哪像咱们啊，我们的人生精彩纷呈，跌宕起伏。你看看这几天的大起大落，就像坐过山车似的。哎，哎，你知道什么是香槟产区的酒吗？知道啊。啥？香槟产区的酒。他的朋友说，秦小姐喜欢香槟产区的香槟酒。这帮大小姐就是矫情。不是，你管他干嘛呀？反正以后也用不着见面了，对吧？啊，对了，啊，去甘肃的机票我已经给你买了啊，头等舱。不过是打折的。你说了吗？咱们虽然有钱人，但是不能浪费，对吧？吃饭。钟瑞，你现在不戴眼镜也能看清楚了？我就在群里随口一说，我都没想到你还真能过来。啊，这次来参加你的婚礼，当是旅游了。本来呢是想在兰州办的，可是我爸非得回村里办什么流水席。哎，这也太远了，穷乡僻壤的，我老婆压根就不愿意回来。老人家的习惯嘛，迁就一下。是我表妹二毛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这两天啊，要是我走亲戚忙不过来，你就找二毛带你随处转转啊。村里来了个考古队，你要是有兴趣，让二毛带你去看看。毕竟咱们班现在就你一个人干老本行了。小心点，对，拉直了你那儿，看着点，对，拉直了，别碰到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哦，我是听说这附近有考古现场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小伙子，这考古现场怎么能随便就看呢？